我们看第四题，他说 ACD 是长方形的，啊，宽是5，长是15，那 ABC 是一个直角三角形，这是5，这是4，那当然这个就3了。那现在要算什么？算 BD 的长度。我们可以用余弦定理哈，把这个第一找出来。首先我要知道这个角度，我假设哈这个角度叫西塔，那这样我就知道 sin 西塔哈是等于多少 ？sin 西塔是3除以5了，啊3除以5，那这样我就可以算 cos 西塔。那 B 哈事实上是等于多少呢？根号这个4的平方加15平方，余弦定理减掉2乘4乘15。啊 cos 90度加西塔 ，cos 90度加西塔是负的 sin 西塔。好，那第二象限 cos 是负的。好，那这样我就知道哈，这多少呢？16加上22减掉 sin 西塔是3/5嘛，这是3/5，可以约分了，5/3 15，那负不得正了，9/9 8/72加72，这样等于多少？2/2 72加上16，11是3，积10，11积313，所以是根号313。